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莎拉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上班必备的保健品。我每天呢不会规律的吃维他命 C 或是 B 群，但是我一定会吃一个保健食品，而且只有它我会规律每天吃，那就是叶黄素。然后，如果还不知道叶黄素的人，大家可以先去 Google 一下，应该可以查到很多的相关资讯。对于我们这种呢每天规律的上班族，或是频繁爱滑手机的低头族来说，叶黄素真的是非常棒的东西。那今天呢，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保养方法，希望呢可以解决掉大家的困扰。叶黄素呢，每天建议摄取量是6到12毫克，然后还有分成酯化型叶黄素跟游离型叶黄素。因为呢，叶黄素无法靠人体自行合成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靠额外摄取而得到这个营养。其实大家不用觉得摄取叶黄素是太难的一件事情。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花到保健食品的钱，其实天然的食物也可以摄取到，像是花椰菜啊，还有菠菜，这些食物呢里面都会有叶黄素。但是营养这种东西呢，都会因为高温的关系而流失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大量的吃进天然的食物，才能够补充到足够的营养。吃保健食品呢，是可以满足你日常饮食不足或是身体流失所需，然后并不能够真正的治本。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方式呢，就是然后好好保养自己，然后少看荧幕，真的要少看啦。就是中午的时候呢，可能可以眯一下，眯个10分钟。或是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不要再睡前一直在滑手机了。我好像没有资格讲别人，因为我最近有这个坏习惯。刚刚讲的内容有一点严肃，可能会有一点无聊。现在就来分享我吃过这几样叶黄素。第一个呢是奥家宝的叶黄素。奥家宝呢是一个蛮大的牌子，来自于澳洲，大家应该知道。它里面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有加鱼油 DHA。如果吃奥家宝的话，我一天会吃2颗。但是我认为我今天介绍的产品里面，其他的产品会比奥家宝的效益来得高。当然呢，叶黄素这种东西，不是因为它品名叫做叶黄素，它就对你来说相对有用嘛？一定是要看它的叶黄素的剂量，还有它额外添加的一些保健的成分。大家可以把我今天分享的当作参考参考就好了。第二个呢，我吃过的叶黄素呢是康乐氏叶黄素。比较特别呢是这个品牌呢，它是台湾比较资深的益生菌品牌，当然对叶黄素也不例外，它也有加益生菌。另外呢，它还有加山桑。我今天介绍唯一不是胶囊状的叶黄素，它是咀嚼定，是定状，然后我一天会吃3颗，要吃3颗才够。然后3颗吃进去了之后，要嚼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甜甜的。如果你是比较不会吞胶囊的人，就可以选景悦的这一款叶黄素。第三款酯化型叶黄素，这是我最近买的，我就只有吃一天，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。它是三多的金盏花叶黄素复方胶囊，它里面呢有加叶黄素，还有玉米黄素，还有鱼油跟维他命 C。它每颗呢都含有15毫克的叶黄素，上面写的30毫克是叶黄素酯，虽然跟叶黄素不一样。然后虽然说它上面只写每天吃1颗就够了，可是我会吃到2颗，而且我一定要吃到2颗。然后它目前我吃的状况呢是还蛮不错的。再来呢，就来分享我吃过的游离型叶黄素。这个是我在 iHerb 上面买的叶黄素，它是 Doctor's Best 的叶黄素，然后它里面的叶黄素含量有20毫克，这一罐好像蛮便宜的，也是300-400块就买得到。对于游离型叶黄素来说，这个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。我看它是 iHerb 上面好像是畅销的前几名吧。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叶黄素是这个纽莱特的士维他，但是它现在官网上面包装啊已经换过了，现在改叫做雅尼活力的金盏花叶黄素。这一家叶黄素呢，我一样会吃2颗，然后它里面是含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，然后他们家的叶黄素呢是专利型的游离型叶黄素。因为眼周的皮肤呢，相对我们身体上脸上还有其他的皮肤来说比较薄，然后比较容易敏感，所以呢，在热敷眼睛的时候，切记
不要超过40度，然后也不要敷超过20分钟。如果你是比较懒得清洁的人，就可以买那种抛弃式的眼罩，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环保。我觉得非常好用，来自日本的美绿书的蒸汽眼罩，我会在睡前的时候使用它，然后把它撕下来，然后放到眼睛上面，就会温温热热的呢，可以让我眼周围比较放松，而且它真的有蒸汽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个我用过的抛弃式眼罩是来自韩国的猫头鹰的那一款，使用起来呢没有蒸汽的感觉，所以如果你是想对自己更好一些，然后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的话，我推荐，真的推荐使用美绿书的这种蒸汽眼罩。市面上也蛮多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热敷眼睛的产品嘛，我有买一个蛮贵的坚果子买的眼罩，它蛮特别，它里面是家里买，我会微波个20秒，然后就这样敷在眼睛上，热热的。我现在都没有再买新的抛弃式眼罩了，我都是用坚果子的这一只兔子。然后像是宝雅或网络上也有卖其他种类的热敷型眼罩，不一定是像这种布娃娃里面夹藜麦什么的。今天介绍的内容呢，可能有点无聊，希望大家见谅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我介绍的这支影片对大家来说一定会受益良多。然后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或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